各位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越。昨天跟自己的小外孙在一起吃饭，大家在一桌，那我们两个人就拿这个手机啊在那儿打游戏，弄过来了。突然我想到一件事，我说你要不要看你自己的节目？他说怎么样？我说那个烤箱读书会啊，来看。我们就看，透过了 APP，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好消息的各样不同的好节目。各位啊，不要觉得自己啊，我老了，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我是1930年出生的人，我告诉你很容易，真的很方便，自己不会动的让年轻人帮忙给你安上了，这个装上了以后你自己看看。好消息有很多好节目， APP 就是可以下载，下载了好消息各样不同的节目，让你自己心里有平安，又感觉到家里头有幸福，真的是好节目。好消息 APP 赶快下载。